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与马长胜老师的访谈节目。在上一期节目里，马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伊斯兰对于女性的态度，他赋予女性的权利和要求女性应尽的义务是哪些，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地位，以及在婚姻关系破裂或解除之后女性可以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权利，还有就是女性的财产权。那么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针对个体存在的一种体制或者一种教育吗？或者它仅仅是停留于家庭吗？也就是否伊斯兰只是适合个人修身养性，适合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是它有针对社会、针对整个大环境的一种教导？那么就是涉及到我们常说的伊斯兰的这个公共道德、伊斯兰的公共秩序，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教导。因为人不能离开自己，没有自己就无人可言，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基础，有了人个人家庭成为了社会。而伊斯兰对社会当中的许多事物又是怎样来看待的呢？那么首先我们请马老师为我们介绍伊斯兰是怎样倡导穆斯林去履行公共义务或者公共道德。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穆斯林少数群体，或者说他在您提到的这些问题上，从公共道德、大的公共道德，甚至涉及到国家民生的这样的公共道德或者公德性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好的事物啊，就是或者说有大上之举的话，穆斯林其实并往往我觉得他们不是排斥这个行为本身，或者也不是拒绝这个行为本身，因为有很多公益事业是符合伊斯兰精神的，对，甚至伊斯兰精神要求我们去做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或者说我们的能力环境有限，我们无法去发起这些事情，被别人发起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穆斯林心理上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事情是好事情，但它不是这个穆斯林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对，这个就是穆斯林社会，尤其是作为弱势和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在主流是非伊斯兰的这样的非穆斯林的这个社会当中，确实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心理障碍。心理障碍呢，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清真寺里边或者我们的群体，我们的这个一个学者以宗教的名义发起的，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去拥护，去积极的踊跃的参加，或者是去大力的推广和扶持。但是如果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活动，它不以宗教的名义而发起，或者是其他的非穆斯林的一个慈善机构啊、公益团体啊，他们发起来的，就是我们感觉到始终是有一些隔膜在这里，反正心理上始终是好像我付出的不是没有教母付出信仰意义了啊，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完全要没有必要有这样的障碍，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因为伊斯兰就是一个化社会和社会化的，或者说社会化和化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一个体系，信仰要融入到生活当中，生活要信仰化，你不能把它完全的撕裂和割裂开来。就是你在这个润物细无声、点点滴滴当中，你能够把你的信仰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能够按照你的行事做法，或者是接人待物、为人处事或所做的一切呢，都符合了你的信仰的指导，那么它就是公修。而且你的举意在你的心里面，那是你与安拉之间的，是吧？你不可能去引导更多的这个参与这个公益啊、参与这个社会活动的其他的非穆斯林，他的举意怎么样，你不需要去苛求和强求。但是你最起码你可以，你与安拉之间的这一种举意是，那是你可以做主而且可以去选择的。一切工作唯凭举意，
每一个人只能得到他所举意的。阿伊舍拉斯拉安塔传说，他说先长的伊斯拉托斯拉姆说过这样的一段哈迪斯。而且您提到的这段圣训，我想到这样一点，您看，就说使者圣罗罗讲到这个军队全军覆没，这很多时候给人感觉大快人心嘛，就是你是先有作恶之念，然后恶还没有形成，你自己先遭恶报。但是阿伊舍拉的段的话呢，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了这种非常博大的人，对 对, 对，而且这种很高尚的人文关怀，就是说该死的人死了是可以理解的。对，还有一些不该死的，厨师啊，有做买卖的呀，有随同商队，只是某种原因他并没有想参战，那么也就这些人就混在了敌人当中嘛，就好像是混在了坏人当中，那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啊。那么其实也就在告诉我们，就是今天某一件事情，或许某一种公益发起的目的并不是高尚的，对，但是事实上它确实能产生有益的社会作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投入其中也是无妨的，甚至应该是鼓励我们投入其中，对，应该积极踊跃的来去做。我发多的黑拉拉工作之后呢，我阿心看到阿山的拉回来而且山我发多的黑，就是因为当例行公益做慈善，善待社会，善待他人，就是关注这个社会，这个都是属于信仰的要求。你说我们有了信仰，就要把信仰的价值通过我们的这种公益，通过这样的社会公益，或者是对社会的一种关注，和或者是一种弱势群体的对他们的一种周济和援手，来体现我们的信仰。而且您看，就是从使者的一生当中，好像他也经历过在维顺之前啊，对，就是也经历过很多次由当时的古莱士人发起的一些公益联盟啊，或者一些公约，而这些公约比如说当时有的好像说是禁止滥杀无辜啊，禁止恃强凌弱，这些他都签过字，都参与过。那么说他当时的名义并不是以一种不是以宗教崇拜阿拉的，对啊，也就只是一种社会正义嘛。而且像您刚才所说的，也许有很多公益呢是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是无法独立去完成，对，他必须借助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大的一个群体。而且我觉得与他们交往当中，或者是投入一些社会公益当中呢，这正能更能更好的展现穆斯林的高尚的这种道德品质和价值观。你看使者算到当时他们一生当中，尤其在麦加阶段，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非穆斯林群体中度过的呀。对呀、啊，你看我们读先知传记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说，是先知算到他们在麦加的13年啊，但是到了麦地那之后开始有伊斯兰社会，他并没有说有100个200个人加入了他的这个群体成为穆斯林之后，他们就组建一个小社会，就把自己孤立在孤立起来，对，孤立在，而是他们这当时的麦加人还是融入在正常的社会当中，而且先知本人的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当时麦加的非穆斯林群体中度过的。而且他迁移的时候还说，要不是我的族人驱逐我，我绝不会离开麦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发挥作用，黑行伊斯兰，很多的大多数还是非穆斯林，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说离开麦加迁徙麦地那是迫不得已，不得已而为之啊，不是说这个非常喜欢的再去孤立自己、啊、或者说不是这样。那么从这里是否也可以给我们一种教导，就是伊斯兰要教育穆斯林的，不管他处于怎样一种社会，并不是要打造一个至纯善的或者说优秀的小群体，就是说你们这一个村啊，或者说一个片区的人就抱成一团之后就变得多优秀多高尚，然后外面风吹雨打任他这个这多坏或者多差，这个都是属于一种独善其身的一种做法，其实它不符合伊斯兰的最高的一种追求，道德的或者社会的这个层面的价值追求。比如说要建善天下，拉哈曼塔利拉艾勒米呢，广施恩惠和是这个伊斯兰的恩惠呢，遍及世界众生，这是最高的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独善其身，把自己打造好了，然后这个任你东南西北风，我只在我的小天地里面是稳定岿然不动，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看一下，就伊斯兰的文明您传到中国、中亚甚至各个国家地区，都是早期的穆斯林离乡背井，以这学者或者说宣传传教或者是商队等等这种形式
只身进入某个国家，然后把伊斯兰文明的种子在那里传播。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如果他们当时是阿拉伯社会抱成一团，然后外面不管他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不堪，我们阿拉伯社会是高尚的，是文明的，这样的话也就没有今天的伊斯兰遍布世界各地。伊斯兰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文明、世界性的宗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遍及全球的这样的伊斯兰的一种盛况。那么在我们您提到的，我们最注重伊斯兰的公共道德，是打破了地域甚至宗教的一种宗教界的一种公共道德。对对对。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的是，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穆斯林开始去重视公共道德，开始去参与国家或者社会的建设发展，有利的这些事物等等，但我们说哪怕是彼此之间的终极价值是不一样的，但他开始介入，那么这个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穆斯林在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当中有很多可以算是伊斯兰的特点，有的是别人能够接受的，有的是别人不太容易接受的，甚至会给人感觉有点那么有点不近人情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涉及到一个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就在社会的一个公共礼节的问题。对，那么穆斯林又该怎样的方式去维护这些公共礼节，同时还能够保持自己的伊斯兰的要求呢？伊斯兰的这个对外关系，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相处交流，古兰经里边有总体的这一种把握和方向性的引导，就是离塔阿拉夫，各种种族民族不同的文化群体信仰群体之间，不是说对立分闭孤立，完全的这个不来往交流，不是这样，他要打破这样的这一些这个心理的障碍，这个文化产生导致的或者是信仰导致的这一种疆界，这个要从心理上把它要打破，然后呢进行平等的互利的啊这一种和平的一些交流对话沟通，相互的这个了解和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作为一个穆斯林，他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如果触碰到他的一种原则和底线的时候，那是不能让步的，他一定要坚持。当然我们做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他不会涉及到他人的这种利益，往往他不是涉及他人的利益啊，或者给他人带来不是嫉妒的，不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让人感到这个很不舒服。我们可以避免的，但是没有避免好的，就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做调整，比如说灵活和调整，非原则的一些问题方面，我们做灵活的调整，为目的就是更好的去融入，更好的把我们应该追求的这个价值能够体现出来，或者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份价值，而不要为了这一种细枝末节的这种影响而影响我们的这一种信仰的价值的这种追求。好的，各位观众，这一集我们就先到这里，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谢谢大家。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与马长胜老师的访谈节目。马老师您好。您好。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那么现在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与非穆斯林或者说我们身边的社会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不符合我们信仰要求的善意。这个我觉得让人很矛盾，就是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例子，我知道的，我有一个朋友是教门各方面信仰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很就是注意坚持或者说注意保持自己的伊斯兰的一些教导和道德操守啊，行为规范都很不错的。那么他也会做生意啊，又不是非穆斯林朋友，在一次双方生意完成之后，这个非穆斯林为了要表达对他的一种感谢吧，或者亲近联络一下感情，就拿出了一瓶非常高档的酒送给他，也就是这个酒如果他去买的话也是很贵的，这个非穆斯林朋友也说了，这个是不可多得的，就是作为大家是朋友尊重你就送给你。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论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下是对方是善意的，在我们周围的社会当中，这种行为是表达善意非常好的一种行为，就是不以宗教角度来论的话，很善意很慷慨很够意思，
那么但是他不知道穆斯林有这种禁律啊，就是说不仅不能喝还不能要，就是不能接触这个东西，就是他不知道。那么我们穆斯林对待这样的很多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感觉到生气，好像说自己被侵犯啊，然后就要给你这个不愉快，或者说甚至会表现得非常生气，这样认为对方侮辱了自己。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方并没有任何轻视或者侵犯的意思，他是真诚的尊重，可他不知道我们的习惯啊，出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我们男性穆斯林、女性穆斯林都会遇到太多了。当别人用不允许我们的信仰不容许的方式对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我们又要怎样去对待这种礼貌性的处理好这个关系呢？这个首先我们接受他们的这种善意表示感谢，然后再说明这种物质这个东西对你们是合法的，你们的宗教、你们社会这个对酒的这种认同、价值的认同，但是对我们的信仰不允许我们接受这种东西。你首先很礼貌客气地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是善意的，他不是专门有意地冒犯你的宗教信仰。如果是有意的，那可以据理力争，有理有节的要跟他理论了，是吧？但是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理论的，首先表示感谢，其次说明你的心意我领了，我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呢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你给他说清，而且不要说这个条件反射式的，一旦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马上就这个冷言冷语，很敏感、很敏感的就跳起来，这个给对方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一种感觉。这个您说的，如果很敏感的去，比如说很严厉的去批评对方，是没有给对方下台的这样的余地啊。我觉得也有，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认识非穆斯林朋友，他们跟一些穆斯林朋友有了交往之后，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就是给他送这个，不但没有接受，反而还被骂了一顿，请他吃饭或者请他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要了一瓶酒来，还被骂了一顿。之后呢，后来我认识他们之后呢，他们就不敢跟我们有过多的这种很，他想要跟我们说一句话，问一个问题，或者约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他要很小心的试探之后，他说这个你们会不会介意，就是反正感觉到他很拘束，很小心，对，给他造成的这种，他好像跟我们在一起很害怕，就是那种感觉。那么我觉得就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去接触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如果他送给了我们，我们只要正面的说明对他的善意表达感谢，我们并没有去接受，没有必要去喝，对啊，我们并没有犯罪啊，但是对他的心理上也没有造成很大的这种不适，因为这是你的信仰，我下一次就注意了，我们的友谊或者是我们的这一种来往不影响，也给他的心理没有造成很大的这一种穆斯林就是这一种不近情理，非常的这一种情绪化或者是很敏感，是吗？一谈到他们的信仰，他就要跳起来，就要杀人的感觉，这个很麻烦的。对，其实，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非穆斯林和我们穆斯林来往的过程当中，他们是这个善意的做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信仰不允许的这样的一些事，或者是恶意的、故意的，这个一定要区别开来，区别对待。就是恶意的、故意的，我们也只能是讲道理，而不是说敏感的跳起来要用暴力相向，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以前看到过一则记载，是布哈里收录的一段圣训，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穆斯林很有教育意义。但是到了麦地那之后呢，古兰经经过几次的重复之后，把酒定为了非法，从阿拉伯人最早的可以说是拒酒如命，然后一直到定为非法。这个时候呢，禁令虽然已经降世了，麦地那的还有周围经常跟穆斯林接触啊，跟使者双方的接触，这些人都知道，可是有一些游牧人已经成为穆斯林比较撇，他不知道。所以有一天先知双方当时跟圣门弟子坐在一块的时候，有一个游牧人就带了一壶好酒过来，就是他自己自酿的很珍藏藏的一壶好酒，一个罐子带来之后呢，他就来送给使者，主的使者啊，这是我自己酿的酒，送给你的，专门带来给使者的。我们说这个善意是很足的，
对，可他不知道酒已经成为已经成非法的了。对，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可以的嘛，这个时候当他把酒拿来之后，身边的这些人都诧异了，都吃惊了，就是谁这么胆子大，就是酒都已经禁了，而且那么严厉，说是污垢恶魔的行为，他还把酒拿来给市长，就是身边的人们都感觉到，就是谁这么大胆，就是好像是在侵犯逝者一样的。那么假如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情绪化的话，那过去就肯定给他一顿收拾，就是但是逝者宋当中知道这个人肯定不知道，因为不是经常见面的人，谢志就跟他说，你不知道酒已经成为非法的了吗？已经被禁止了吗？去把你的酒倒掉了。刘志根就把他的酒给倒，拿到一边就把酒给倒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看逝者宋当中对待不懂他的不懂教法的人用了冒犯信仰的方式去表达善意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不愉快，或者说认为自己是不是被人轻视了，或者说怎么会这样来看待我？事情很多，确实，比如先知阿里·斯拉图·斯拉姆在清真寺里面和那个游牧人的这个过程，坐的时间长了，尿急了，然后站起来就撒尿，这个，但是他很智慧的去处理这样的事。在清真寺里撒尿那开玩笑，今天放到今天的这个穆斯林社会的话，你但作为一个先知，甚至于他尿的时候还不打断他，让他这个解决完了，然后让一个师门弟子去拿一桶水来冲一下，他的这种非常智慧的这种方式。甚至于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他是血气方刚的，又结婚娶妻呢又条件不够，然后他就向圣人来要求什么呢？亚拉苏拉拉 is an li and as， 要求这样的一个可恶的要求，非常过分啊，非常过分的要求。使者啊，你允许我去私通这个人？先知阿赖斯拉没有生气，没有呵斥，而且是非常温和的说，如果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有人和你的姐姐和妹妹去做这样的事，你心里怎么感？你愿意吗？你高兴吗？如果是你的母亲，你怎么看？你愿意吗？他肯定不愿意吧？怎么能愿意呢？那你和别人的姐妹做这样的事，别人的那怎么愿意呢？然后先知就拍着他的胸脯，向真主做祈求：主啊，你消除他心里边的这种私欲、这种恶念、邪念、邪恶的这种念头。这个年轻人通过这样的一个和先知阿里·斯拉图·斯拉姆的一个对话交流当中，他感受到的是伊斯兰的这种温暖，就是哪怕是这么无理的一个要求，他也很温和的，很这个春风化雨似的就这样给解决了，而且让他受教育，而不是呵斥，而且这个很严厉的这个去批评啊，这个多肮脏，这个念头多坏，这个等等没有。好的，谢谢马老师。好，各位观众，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访谈节目，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以后再见。阿斯拉马利库姆瓦拉哈马托拉伊瓦拉卡图。